早上的9:51啊，2019年11月10号，星期天，一大早就碰到这个街头艺人在弹，他演唱歌啊，一大早，可以，他讲早起的虫儿有，备了吃，早起的虫儿备了吃啊。对啊，应该是你的问题蛮好听哈、啊、你再唱一遍我听。Release me 吧。对嘛，对。OK, whatever。好了，我唱这个歌一样。You.